迈瑞，是。看看我哥，打我！啊！快，就这个机会一碗汤了，快！我饱了，哥。好。吃饱了，一碗面。那个玛丽，你俩先开始吧。不，你也起来啊！我起来。你也起来啊！长辈嘛。那看看咱长辈让哪个晚辈先开始。连我们呢？程程、小白，你俩吧。好，你俩先开始吧。黄瓜。这炸鸡不出声很难呀。先拿镜，准备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，3、2、1，Go。俩人好像当过贼，吃的太细了，不算。你成这嘴里了，吃黄瓜了，他吃黄瓜了，82的。可这不是我，哥，你咋的？你一会儿不吃吗？你下手这么狠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。哎呀，69了，哥，哎呀妈，太脆生了，这。一会儿你不吃我都揍你。我玩完这一趴我就下班了。反正也是挨揍，不能自暴自弃啊！记住了，看那小眼神呗，看那眼神。不晕过去不行，完事儿哥。来，差你们这点儿，真是。来吧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100，160。哎，不是，现在都过了，没开始呢，哥。小心点。3、2、1。62。85。
这一直没下100呢，快赶紧。我不知道，以为多大腕来了呢，名字多少枪啊，这是。趁这块你赶紧爬了两口啊，给我打岔气儿。这里有了，这里。看见了还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呢？哥，你不能所有人都得罪，你快吃，你快吃，我上那吃。这帮孩子嫉恶如仇的，你看，不就是最近吃的多了点吗？至于被打成这样啊？小童，要不你自己举着。大嘴给打出来，怎么龙门吐骨啊？面了，你这是龙门吐骨，给打吐面了，你这是。一会儿我们是换个碗啊，可不用这碗啊。要造反了，这是要造反了。小童已经吃完了，一碗造完了。孩子，再吃点苹果，营养均衡。汤都喝了，汤都喝完了。等一下，我暂停一下。不是我说，抄抄了。哦，不是抄你，哥，我错了。玛丽，你安全了。暂时咱他们内讧了。来吧来吧。迈瑞是，看看我哥，打我啊！快，就这个机会一碗汤了，快！我饱了，哥。好。吃饱了，一碗面。